你能做到吗？能做到吗？时代的漩涡将两人推向了势同水火的两端，之间已不可能有折中的路。他知道自己应该做到，必须做到。我回国的时候给你写过信，可你没回。我以为你死了。对先生在日伪时期的所为，我们将既往不咎，特委任先生为巴彦县党支部主任。哎，大哥，200根金条的事怎么没说啊？国民党这是不相信咱们有军火呀？他们这是想吃白食，哪儿那么容易？喂，程局长吗？我是金宇轩。哦，金宇轩，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我今天打这个电话，是想告诉程局长，我手里有一批能够装备10000人军队的军火。想要我手里的这批军火，拿金条来换。金先生，你真是一个爱财之人啊！我怎么知道你手里边到底有没有军火？请你记住两组数字。好，你等一下。454-919126-4444有可能是一个经纬度的坐标。不是，这姓金的怎么会无缘无故的把坐标给咱们呢？他有可能是想证明他手中真的有军火。这样，文静，你呢，抓紧时间赶快找一个经纬仪来。是。你呢，集合队伍，找几辆卡车，随时出发。老板在吗？哎，老板有事出去了，您这药。新吸收的外围人员一定要可靠，考察要细致，不能急于求成，见利忘义的、随风就倒的一个不要。宋长官，坐标这什么意思？白给吗？这一定是个圈套。不管是不是圈套，我们都得去。局长，目标测算结果在城外15公里的20道沟附近。可信吗？有疑问，那里是平原农田，没有适宜建造掩体的地形。没有参照物，也许是最好的。日本人够狡猾的。哎，局长，队伍集合完毕，随时可以出发。好，马上出发。
都跟他们说清楚了吗？说清楚了，在二十道沟以东三公里的小石河集合。那边是共产党的地盘，让他们小心点，别惊动周围的老百姓。放心吧，但我还是不知道这姓金的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也奇怪，但现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接着挖，挖出来的赶紧装车。 金宇轩把坐标也给了共产党，他想逼迫我们跟共产党竞价，买剩下的两批。这是老狐狸。撤。亲眼看到共产党抢先取走了第一批军火，宋鸿龄和杨景修意识到，金宇轩已经不信任国民党了，想获得剩下的两批军火。 恐怕比他们原先预期的更加困难。民主联军已经派部队准备接受这批军火，所以呢，保卫这批军火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明白。 任务失败，责任在我。目前我们有两件事要做：一，金宇轩不会主动露面，我们就想办法找到他，阻止他跟共产党进一步接触；二，设法找到共产党保存军火的地点，想办法把他毁掉。上次为金宇轩送信的人，你描述一下他的体貌特征、行为举止、大概年龄。 会长，你得给我们做主啊！我男人做的是公平买卖，您是知道的，怎么就成了汉奸了呢？哪个朝代也没有规定不能跟外国人做买卖呀？你先生的事儿，我会处理的，先回吧。啊，太太，请。那就有劳会长了。 爸，我看报上说，家属已经闹到共产党市委去了。能不闹吗？生意上的事儿
买卖双方谈定了一个价格，或高点或低点，那都是情愿的，又不是白送。啊，单方跟日本人做买卖就全都抓进去，那这条街上就没有做买卖的人了。这个程局长有些太着急了。无农不稳，无功不富，无商不活，共产党啊，早晚会后悔的。老爷，绸缎铺的张太太又来了。说我不在。程局长，你对我们宋家有恩，我宋伯阳也是知恩图报之人。关于平衡粮价一事，我定当竭尽全力。只是，啊，有什么为难之处，您就说。程局长，前些日子你们大搜捕，错抓了一些正经的生意人。啊，现在哈尔滨商会人人自危，要平衡粮价，现在有点难。可是据我所知，抓的那些人都是给日本人提供过战略物资的。程局长，要是按您这么个说法，咱们东北的农民种的粮食全都让日本人作为军粮征用了，那难道说还把这些种粮的农民全都抓起来啊？这道理是没错啊，你放心，我们不会错抓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走一个坏人。现在抓了那些人呢，正在审理当中。不如这样啊，宋会长，你列一个名单，来协助我们尽快查清他们的情况。哎呀，时间来不及呀，程局长，我今天前来就是代表哈尔滨商会向程局长请愿，请您即刻放人。马上放啊！是。哎呀，程局长，您是不知道啊，这些天那些被抓伤人的家属现在天天跑到我家里边，是又哭又闹。你要是不把这些伤人都放了，我说服不了那些家属，怎么能够配合贵党工作，平衡粮价？宋会长，你看看，放人，平衡粮价，这不是做生意做买卖吗？哎呀，这是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啊！还请程局长以大局为重。宋会长，你听我说啊，我们公安局啊是政府的部门，你看啊，今天他哭两下，我放几个人；明天你来说情，我又放几个人。这不乱套了吗？老百姓他不服，就连犯人他也不会服法的。哎，程局长，形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这个法纪无外乎人情。我不赞同。哎，哟，宋长官、杨长官，给金宇轩送信的人抓到了。招了吗？还没。是个硬老头。杨长官，你来审吧。说，赶紧说，不然等会儿想说没得说。都说了，是真不知道，但平时在哪儿，要是再找我，给我钱，我就干活。他不喜欢我问他，嘴还真硬。往那伤口上招呼，免得失血太多，死得太快。等一下，兄弟，你是个讲义气的人，不愿意开口出卖朋友，那我可以帮帮你。这个呢，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最新研制的逼供药，服用以后，药会直接攻击人的大脑，造成身体极度不适。到时候我问你什么，你就会说什么。较什么劲呢？啊？我这是在帮你。哎，这个滋味不好受。说吧，金宇轩在哪儿？
你都被下了药了，就不算出卖兄弟，对吧？他找我，我找不到他。嗯，有这种可能，但你总得说点你知道的。要不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 青花娜能不死吗？不是病亡吗？这种江湖草莽，对义气看得极重，想让他出卖朋友，光严刑拷打是没用的。所以，您让他觉得自己是被下药了，说什么事不受控制呢？只要犯错的理由够充足，人总会犯错。那他要是还不说呢？不说话的人，跟死人有什么区别？ 成强曾经诱捕过一次金玉轩，但是没成。这个姓金的后来就变得非常小心，平时的时候只跟手下单线联系，没有情况的时候，谁也找不着他。还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吗？大搜捕以前，姓金的曾经住在一个叫范东阳的家里。范东阳在哪？被当成卖国奸商给抓了，眼下伪满汉奸人人喊打，他能在范东阳那儿住四天，证明他们交情不浅。还有。 他们一定是有秘密的联络方式。程强会不会已经掌握了范东阳？我想应该不会。程强抓了那么多商人，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联系到他们是有关系的。现在范东阳是找到金宇轩的唯一线索，无论如何，先把他从监狱里弄出来。红玲，我认为这件事情不能蛮干的。如果派我们的人去帮他越狱的话，万一失败了，反而会告诉程强，范东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只能利用舆论压力，逼迫共产党多放一些商人出来，这样就不会引起城墙对范东阳的注意。有些事情啊，还是要跟他们讲道理，啊，说不通啊，慢慢来，不能着急，还有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能有什么疏漏，知道吧？啊，现在监狱一共有多少人？143人。 卖国奸商，43人，可他们现身，越快越好啊！是。碧河机械厂厂长刘渊，到，出来。 他们连这个都不能接受，我看，这分明没把咱们商会放在眼里啊！是啊，咱们以礼相待，他们却得寸进尺。切，这帮泥腿子，就是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你们说的没错，可是，哈尔滨现在确实在人家手上，哼，他们还能坐得住几天？你们知道吗？ 国民党军集中5个美师装备师，围剿本溪，已经打下来了。新六军和52军，还有71军的2个王牌师，已经向四平集结了。军，爸，啊，红玲，锦秋回来了，红玲，看看这些叔叔伯伯，还认识不？怎么不认识啊？各位叔叔伯伯好。啊，好，好，好。这10年没见。 真是长大了，不再是当初那个惹你爸生气的小丫头了。张伯伯说笑了，还记得我年少无知时的傻事。这是我先生杨锦修，做一些小本的古玩生意。
以后还望各位叔叔伯伯都照应。哎，好说好说好说。各位叔叔伯伯们好。不错不错，宋老啊，你这谦虚，真是一表人才啊。嗯，谢谢夸奖，谢谢夸奖。红玲、景秋，你们先歇着吧。好，那你们忙。啊，再见。看样子，程家没有答应释放范东阳啊。意料之中，他是不会接受任何条件的。这样看来，我们向他们施压这条路行不通吧？不是不通，是还不够。我们得把事情弄大，给共产党制造压力，但又不能是我们的人。我想到一个人，洪宝奎。他就是个地痞流氓，能做什么？成事不足，才能败事有余。大哥，有声音了。什么声音？有人托咱们做掉高斯达，四个大洋。钱在哪儿呢？说是先放玛丽小姐那儿。干。可是大哥，咱们这里边出不去。在里面杀人，不光不好弄，被查出来怎么办啊？这不是你要想的问题，我有招。哎，这个车道路口遇红灯，右转行吧？不行，你右转，我左转，这不就碰上了？我还执行的车过来了呢。哎，这真是啊！我还有执行的车。书记，对不起啊，我来晚了。今天路上上班的人多，然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那车就走不动了啊。我们啊，正在讨论，打算在哈尔滨推行红绿灯交通。哦，哎，对了，你不是在苏联留过学吗？啊，你说这红灯亮的时候，允不允许向右转呢？这个，我当时上学没坐过车，哎，不过我可以给你们问问，我去打个电话给你们问一下啊。哎，你到我办公室打吧，我正好有事找你谈。好的，好的，好的。哎，你们接着讨论，接着讨论啊。好，我说这个题，这个是个问题，这么小组，这个应该啊，应该可以，你再好好查一查啊。可以右转，嗯，好，就这样，可以右转。对了，书记，这宋博阳的事儿怎么样了？市委经过讨论之后，认为宋博阳的要求有他的合理性。有他的合理性？哪儿合理啊？哦，就算有合理性，那我公安局是什么？市场啊？今天抓，明天放的，朝令夕改。我这公安局局长，哎，怎么干？谁服我呀？现在的形势你了解，我们的经济力量很薄弱，如果不能争取到民族资本家的帮助，我们很难稳定市场。市场稳定不了，老百姓就得挨饿。是老百姓的肚子重要，还是你公安局长的面子重要？这个道理我懂，书记。但是他这算帮助吗？啊，有条件的帮助也叫帮助啊。这是做买卖，那我们共产党要跟他做买卖，那跟以前的国民党有什么区别？程强同志，经济战场也是战场，你这么冲动能打胜仗吗？要顾全大局。喂，我是钟志云。钟书记，我找程局长。哦，找你的。喂，局长，什么事儿？监狱出事儿了。监狱出事儿了。总共死了六个犯人，我们这边三个已经重伤。什么起因？开始的时候是几个犯人嫌饭菜不好，后来越闹越大，他们自己斗殴起来了。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这次事情闹大了，这是我的失职。开头死的时候，
这第一个犯人叫包斯塔，是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仇人太多了，当时特别混乱，据说是被乱拳打死的，很难说谁是凶手。宋长官，姚长官，监狱那边传来消息，死了六个犯人。哦，这个洪宝奎果然能折腾啊。我们的目的又不是杀人，死高斯达一个就够了。段东阳怎么样？哦，这个我查过了，没事儿。那就好。啊，宋长官，游行的队伍已经准备好了，您看是不是现在就开始？先等一等，现在开始游行的话，会让城墙联想到监狱暴动是有人唆使的。先给各大报社发消息，还能赶上晚报的头条。明天一早开始游行。好。做的不错呀，声势浩大。这次啊，共产党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公安局去人了吗？哦，去了，大多数是学生。这帮小孩子呀，一点就着，非常好用。你觉得利用学生好吗？只要结果好就行了。公安局给围了，这咋办？主要是我们占领城市时间太短了，群众基础还不够坚实，还不被他们足够信任吧？有可能啊，不过我觉得也有些奇怪。你看，我们抓这些商人，尽管在卖国的一些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议，但是我们大部分抓的还是地痞流氓和汉奸，怎么人民群众有这么大的反应？是啊，这里边一定有问题。是啊。你觉得呢，赵副局长？局长分析得非常透彻，刘喜说的也很有道理。有国民党特务在背后操纵。喂，哦，钟书记，程强同志，这样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已经严重的影响到哈尔滨的社会稳定。是啊，释放那些犯罪情节较轻的商人。已经不只是市委的决定，上级首长亲自发来指示，让你马上执行。首长的指示，钟书记，我觉得这个事儿啊，有一点奇怪，我怀疑是有人煽动，要不要咱们马上调查一下？哎，你的怀疑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如何平息事态。市委宣传部已经做好部署。准备向群众表态，澄清事实原委，只等你放人了。钟书记，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咱们还得好好再考虑考虑。哎，我有一个想法，你看看行不行啊？咱们来一个公审大会，把我们的司法流程呢跟大家展现一下，让人民去监督，让人民去评判，有罪的当场定罪，没罪的当场释放。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到底行不行。现在这个形势。不适合再举行大规模的群众集会的。书记啊，不信任才得让他们信任我们，以诚相待，让大家多了解我们嘛。我觉得这个办法能行得通，要不然咱们试一试。嗯，可行。哼，你同意了，谢谢啊。哎，好，你放心，一定不会出乱子，我把结果尽快的汇报给你啊。局长，你是不是早想好这招了？咋不早说呀？急死我了！是这样啊，咱们现在赶紧下去，去安抚这些老百姓，千万不能出乱子啊！走。报告报告，监狱昨日发生暴乱，六人死亡。先生。
上，来报告主啊。来，给我一份。会长，您看到了吗？看到了没有？昨天监狱暴乱，一下子枉死了六个人，其中有三个人是咱们商会的人呢。高思达，该死！他死是死有余辜了，可胡家胡豪两兄弟呢？不就是为日本人采购了几批粮食吗？现在倒好，和那帮杀人放火的土匪关在了一起。就算不被共产党枪毙，但迟早在里面也会被人给弄死的。好了好了，稍安勿躁，急有什么用啊？会长，不急不行啊！谁知道他们下次再搜捕，会不会把你我也抓进去？各位，你们说是不是啊？对呀，对呀，会长。宋小姐，你倒是想想办法。好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呢？吵闹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们我们得想办法。男人们都没办法，我们老娘们有什么办法啊？是啊，男人们办不到的事，我们女人未必办不到。那行，宋小姐，你说你有办法，你倒是说出来，让我们大家都听听啊。就是，你说出来让我们听听。谁在戴城闹事儿啊？站出来，说给我听。爸，没事，他们不是来闹事的。各位姐妹，我们得用合理合法的方式，只是这么胡闹的话，只会让男人们罪加一等。我们得组织起来，发动身边的人寻找证据，帮男人们洗脱罪名。他们男人的生意从来都不给我们看的，哪来的证据啊？订货单、出货单、私人往来信件、买卖合同，是不是被日本人要挟的？有没有帮助过地下抗日战线？人证、物证都可以。红玲姐，我们哪看得懂合同啊？没关系，我跟大家一起找，一个人找得慢，我们就一起，一家一家的找。那先去我们家吧。这位太太是？哦，我是水泥厂范东阳家的。哦，是范太太啊。那好，那就先从你家开始。我叫吴小雪，姐姐叫我小雪就好了。那姐姐们先去我们家吧。嗯，走吧。行，快走吧。这是虎父无犬女啊，令人刮目相看。程局长你好。有什么事儿吗？我是受嫌犯家属的委托，来配合公安局的工作的。哦，你坐。不知道你想怎么样协助我们调查？是这样的，这些是嫌犯家属在家中和公司里找到以往的交易合同，里面完全不对等的条款。可以证明他们是被迫和日本侵略者有交易往来，他们也是受害者。里面还有一些私人信件，能够证明他们在伪满期间是有过爱国行为的，甚至是直接帮助过地下抗日战线的同志们。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证人，可以随时接受您的询问和调查。不知道我们这样做算不算是协助公安局的工作？算，当然算。你放心，我会尽快的看这些材料，核实他们的真实性。啊，对了，你替我感谢这些证人的家属，谢谢他们对公安局的支持还有理解。好，我一定转达给他们。明天你能不能通知有关的证人还有嫌犯的家属来我们公安局的礼堂啊？我们想搞一个公审大会。公审大会？对，我们就是想把这些嫌犯公开审判，把我们的司法流程给大家看，让人民去评判，让人民去监督。贵党对人民真的是坦诚相待，佩服。哪里啊，是人民对我们好，相信我们，支持我们啊，爱护我们，我们才有今天呢。那好，那我不打扰你工作了，我先告辞了。哎，
我送送你。行了，就送到这儿吧。再送送啊，到了。哦，对了，红玲，这个事儿谢谢你啊。你刚才不是已经谢过了吗？啊，刚才是代表局里，现在是代表我自己。没什么事，我就走了。啊，好，好，再见啊。再见。